请掀开经本第四面第六行，第四面第六行啊，实相之体，非即非照，而复即而恒照，照而恒即。这一段的意思很深，不仅是这个净宗的经典以实相为体，也就是根据事实真相为我们说的。那么所有一切大乘经都是根据实相而说的，那么这不但使我们建立清净的信心，同时我们也真正明白了所有一切大乘经论是平等的，是这个诸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是平等的呢？因为都是以实相离体而说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大乘法门无论哪一个法门，到最后的结果是教给我们去证实实相，要把这个事情要证明，要亲证。那么这个呢，就是佛门里常讲的成佛了，成佛就是亲证实相，这个证实，这个说明是不仅是这个一切法是平等的，一切法是圆融的啊，更显示出说佛佛道道啊。那么体是很勉强非常不得已的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讲呢，他立言说，立文字，立心缘，实实在在说呢，不但他是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啊，说不出来，就是思维想象都不能到达啊。古德常说，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啊，这个起心动念已经不是实相之体了啊。但是这个实相的样子呢，这里几句话描绘得很好啊。他虽然这个吉兆啊都用不上，这些名字都加不上，可是事实上呢，它确实有这个意思在。吉是极尽，照啊是明了，像这个水一样啊，水在非常澄清的时候，没有风浪，非常干净，一尘不染的时候，我们从水面上可以看到水底下，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他的戒禁，一尘不染。那么从水面上像一面镜子一样，他能把外面的镜这个景象啊照得清清楚楚，他确实没有起心，也没有动念，他也没有一丝照，也没有一丝急，急照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确实有这个现象。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真实的人生，真正的受用，心清净，清净是极的意思，万事万物没有一样不明了，不但眼前一切事情通达明了，还有过去的事情，还有未来的事情，还有他方世界的事情，通通都能够明了，这是照。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神通，通就是通达没有障碍，通达十方，通达三世，三世家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通达，这是通的意思。神呢，神奇，不是我们凡夫常识所能够理解的，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能力。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能力并不是诸佛如来专利的，不是他专有的。佛说了，一切众生个个都有，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能力丧失掉了，丧失并不是全部的丧失，不是的，丧失了大部分。我们今天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这就是这个能力的起用。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能力很小，小到你比如说我们眼睛，这个割一张指头就看不见，指头外面就看不见，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力小了，如果依照佛在经典上说的这个能力，我们见的能力是任何物质都不能够障碍，这是讲这个见的能力，听的能力也是如此，所以说是尽虚空遍法界的音声呢，都能听得到，十方世界过去未来都能够见得到，这是我们的本能，就是吉兆。那么我们这个能力怎么丧失掉的呢？这个要知道，这是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说的，所谓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个无明就是不明了，本来是明嘛，明就是照啊，这不无明就是照的能力呀，失掉了。诸位要记住，这个照的能力失掉啊，
是一念无明，这个心里面呢起了念头了啊，所以说真心立念，真心里面没有念头。六祖说得好，本来无有，那是真心。有了一念呢，这个真心就起了障碍了，这一念就是障碍啊，那一念呢就叫做无明。从这个这一念是迷呀，这个迷的一念起来之后，决定是越迷越深，叫麻烦就从这儿来了啊。那么像这些道理，佛在《大乘经论》里面像华严，像这个法相唯识宗的经论说得非常详细啊，佛告诉我们究竟怎么样迷的，迷了之后啊，又如何能把这个迷打破，恢复到清净心性啊？这个在《法相唯识典籍》里面啊，这个著名的所以有六经十一论啊，其他大乘经里面说的少啊，没有像那么这个透彻啊，所以清净心呢就起照的作用。那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这个迷呀、啊、就是感情，叫情迷情的啊，智是理智，这个照就是理智。情越深迷的就越重，就很难见到事实的真相。我们世间人呢害怕了，世间人都喜欢这个情要深才好啊，这一旦要是情没有了，那这个人还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怕这个。其实诸位不晓得，这个世间人呢，那个情叫从是迷妄里面生的，所以那种情呢，它的真相呢是虚情假意，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它会变化啊，所以会变呢，这个当然就不是真的。唯有从理智里面生出来的那是真的，永远不变啊，这个叫真情。诸位要记住，世间没有真情啊，这个是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啊，世间绝对没有真情啊，都是假的，虚情假意啊，所以这个我们不会被人欺骗啊，自己也不要欺骗自己啊，这个才叫有智慧。那么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真情呢？实在讲，佛在这个《大小乘经》里面都跟我们说过，他说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才能相信你自己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阿罗汉的情啊就比较真了，那就不是假的了啊。为什么呢？不会变啊，不会随着自己感情变，不会随着外面境界变，那是真的。
这个真的情，佛法里头不用这个字，啊，换了个名词叫慈悲。诸位要知道，慈悲就是真的情，啊，不会变的。所以我们用一个慈悲呀，用一个情与爱来辨别真与假，啊，情跟爱都是假的，啊，都是会变的，啊，都不是永恒的，啊，慈悲是不变的，啊，为什么呢？慈悲是从戒照里面生出来的，啊，即就是清净心。照就是清净心的起作用，啊，那么佛教里面常讲啊，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这个不变呢，就是即的意思。那本来无一物嘛，它怎么会变？有一物才会变，无一物当然就不变。啊，所以照啊，就是随缘。像这一面镜子一样，它不变，但是它照的时候随着外面境界。我们中国古人呢用这个比喻，这个叫胡来现胡，汉来现汉，啊，汉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照这个镜子，镜子里面现的是中国人，胡人是外国人，外国人跟我们面貌不一样，外国人照这个镜子，镜子里面现外国人，可镜子它随缘，虽然随缘呢，它不变，啊，它不变就是它不留吉相，啊，你境界去了，它里面不落印象，啊，这个叫随缘，啊，我们今天的时候随缘做不到，为什么呢？会落印象啊，啊，不落印象才叫随缘呢，落了印象算什么随缘呢？啊，那就随烦的生烦恼了吧，啊，所以是要有这个能力，啊，心底永远清净，啊，能随一切境界之缘，啊，随缘要知道说绝不落印象，啊，就是绝没有啊分别执着，前面跟诸位说的很多了。在《无量寿经》经题上，其实也把这些重要的理论境界为我们说出了。啊，经题里面讲的清净平等觉，这个清净平等就是即的意思。觉呢，就是照的意思，啊，从清净平等觉里面的生出来就是大慈大悲，这是经上教给我们。我们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啊，才能够真正习如这个境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古来大德教人，从看破放下下手，啊，你先要能看破。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把你的妄想，妄想就是念头，所有的念头都放下，分别、执着、忧虑、牵挂，通通放下，你心才会清净。你才能够见到你的真心呢，啊，你现在的真心为什么透不出来呢？就是这些东西障碍住了，啊，这些东西都不是真的，全都是假的，啊，
你要把真妄要辨别清楚，啊，把这些假的全部放下，全部舍弃掉。世间人听到这个话了，难啊，这个好难啊，他放不下吧，好难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他不肯把它放下了，这是他不知道迷惑，一天到晚想自己自在，想自己有智慧，想自己有能力，其实自在智慧能力真的你通通都有，就是被这些拉里拉杂东西障碍住了，你果然把它放下了，你的智慧自在就现前了，自己得到真正的自在，在生活当中能够随缘度日，这是真正的幸福啊。所以我们下手要做的要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才能够真正契入清净平等正觉大慈悲的境界，也就是此地讲的极而恒照，照而恒极。再看底下这一句，照而极，强明常极光土，极而照，常明清净法身。这两句告诉我们，极跟照，照跟极是可以互相做提用的，这在前面也给诸位报告说报告过，极是体，照是作用，照是体，极是作用，强是勉强，实实在在不得已建立这个假名，以极为体，这个就照而极，那么这个叫做常极光土，叫常极光土，这是以极为体。那么极而照呢，是以照为体，极是作用，这个勉强叫它做清净法身。这两句就是我们自己一念心性，就是真心，就是本心，也就是诸佛如来的身土，身土不二啊！这身土为什么会不二呢？因为极照不二，照极不二，这个意思很深，但是这是真正的事实啊！大师为我们辩题，不能不给我们说出来，这个是最原始的理论依据，下面呢逐渐讲到这个现象上的，前面这是离题，讲到现象上呢，说照极强明发生，极照强明报身。这个极光土，
清净法身呢，都是属于心性之本体。讲到化身、报身、应化身呢，这是说佛的三身呢，是从体起用啊，起作用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懂了啊，比较容易懂，比较容易去体会。那么召集称之为法身，法是指的一切万法啊，就这个法身的意思，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法是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自己，这叫法身。这个话确实使我们感到非常迷惑，怎么一切万法是自己呢？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身是自己，这个身之外呀，就不是自己了，叫身外之物啊，就不是自己了，怎么以为身是自己？佛告诉我们，身不是自己，一切万法是自己。当然，身也是万法之一。这难懂啊！佛在经上常用比喻啊，所以这个智者，这有智慧的人，常常从比喻当中啊，能够领悟这个道理啊，佛常用梦幻来做比喻啊，像我们做梦啊，我们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呢有境界相，梦里头有境界现象啊，那么现象当然梦里头有自己啊，哪一次做了一个梦啊，梦里头没有自己呢？诸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做梦的时候没有自己，这点没有这个经验，做梦一定有自己。除了有自己，还梦到很多人，有别人，也有山河大地，甚至也有楼台亭阁，像我们这个时间一样。你梦醒之后啊，有没有去想想？这梦中境界从哪里来的？梦的时间短，如果细心一追究啊，很容易觉察到。梦是我们现在一般这个科学家讲这下意识的作用啊。我们佛法里面讲啊，也是讲的心理作用啊，梦是我们心变现出来的呀。我们讲的前面跟你讲的心性呐，这心性有真有妄，有真心有妄心。我们做梦这个梦境是妄心变现的啊，什么妄心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是这种心变现出来的啊。那么做梦，梦里头那个自己的人，当然是我们的心变现的，那个其他的那些人物、山河大地呀，也是这个心变现出来的呀。除了这个心之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啊，所以你就领悟到了整个的梦原来就是自己嘛，
所以梦中自己身是自己，梦中的山河大地也是自己，梦中所有一切人物都是自己。哦，原来全梦即心啊，那就叫发生，你就承认了。哦，原来所有一切境界都是我自心变现的。啊，这个我们容易承认，啊，我们能够肯定这是事实，啊，确确实实梦境是我自心变现的。但是现在外面这个境界怎么样？从哪来的？那这不是做梦啊，其实这还是在做梦。我们做梦的时候，在梦中不晓得自己做梦啊，都把它当作真的，醒了之后啊才知道做梦。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正在梦中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虚空大地是我们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啊，是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除了心性之外，无有一法可得。佛与大菩萨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认识清楚了，就叫做正得法身。所以他对于一切众生那个爱心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差别，是平等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所以叫慈悲啊，无缘大慈，缘就是条件，没有条件，同体大悲啊。为什么没有条件呢？因为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那还谈什么条件啊？我们世间父子之爱是有条件的，为什么呢？他是我儿子，我要爱他；他是我父亲，我还是有条件的。啊，唯有自己对自己是无条件的。啊，所以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是自己对自己。啊，是根据这个事实真相上，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叫大慈悲呀！啊，我们世间人不了解这个事实，连摩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不了解。啊，到什么人才了解呢？我们这个经是原教经典，原教初住菩萨这才了解。啊，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他入这个境界，亲证这一个事实真相，他明白了，他了解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见解想法看法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叫入佛之境。《法华经》上说的入佛之见，他跟佛的见解思想啊相通的，啊，这个叫真的了清净法身，这是召集的功夫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即是定，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智慧啊，召是智慧，这个智慧啊。其的作用啊，破一品无明，你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明了，就证实了啊。这个时候啊，叫发生，急召强民报身。这个急召是功夫
啊，即照是功夫，就是清净心起作用。啊，清净心起作用是充满了智慧，报身就是智慧之身。啊，所以它从清净心里面起的作用。啊，这才能够见到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是照己呀、啊，啊，所以看到这个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什么现象呢？是寂灭的现象。啊，又信德照己，名法身；修德照己，名报身。那么这个是从信修而论，信是本性，真如本性的吉兆。这说实在话，是每一个人通通都有的。啊，为什么呢？无关于迷悟。啊，所以是在佛没有增加了，在我们凡夫也没有减少，这个是心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修德呢就不一样了，佛菩萨有修，所以这个事实真相啊他完全明白了，我们这些人再迷没修，对于事实真相是完全不了解。佛菩萨给我们讲，我们还半信半疑，甚至于完全不能接受。啊，这是我们没有修的了。啊，所以这个要紧的是要知道如何修。啊，下面呢，这就教给我们。又修德照己，名受用身；修德即照，名应化身。我们用最简单最通俗的词句来说，这个照就是清清楚楚，我们眼见识清楚明了，耳闻声也清楚也明了，这是照。即是什么？就是如如不动，决定在境界上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即。啊，换一句话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心地清净的不生一念，这个叫自受用身。受是享受啊，我们世间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很羡慕啊，享福啊。福是什么呢？不晓得。这个人叫真正会享福。啊，你看样样明了，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是绝对没烦恼。
样样明了，是充满了智慧。这个是自受用，就是自己真正的享受。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我们这个日子过得这么苦，啊，烦恼这么多，啊，你想恰恰跟这个相反，啊，我们没有照，就是外面什么都不知道，里面那个心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所以说是。照根极通通都没有啊，这是凡夫啊！啊，佛与大菩萨有照有极呀、啊，就自受用啊，这个是报身呐、啊。修得极照，应化身啊，极照是什么呢？是帮助别人。换一句话说，我自己享受是着急，我帮助别人要急着，帮助别人说自己一定要如如不动，外面境界呢样样清楚，样样清楚才能够指导别人，自己如如不动啊，不会被别人呢牵着跑了。啊，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你就得大自在。啊，如果只有照没有极，这个自古以来也有啊，啊，这度众生最后都被众生度跑掉了。为什么他心不定嘛？他没有这个功夫，没有定心呢？啊，度众生要跟广大的众生接触啊！啊，不接触的时候没有问题，这一接触了，天天名闻利养什么都来了，慢慢贪嗔痴慢就生起来了，就被众生度破掉了。啊，所以那个急就非常重要。啊，也就是如如不动，啊，清清楚楚能够帮助别人，啊，如如不动啊，自己啊这个定力啊能成就，啊，不会受到外界去影响，所以这个应化身呢，就是他受用身，啊，是帮助别人的。极照不二，身土不二，性修不二，真因不二，无非实相，实相无二，亦无不二。最后这两句话很有味道啊，这个有点像这个《金刚般若》里面的这个句法啊，这是前面的，只是举几个例子。从这几个例子，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宇宙万有啊，原本是平等一相，所以这当中没有差别了，才说不二啊！啊，即跟照是一桩事情啊，身土也是一样。《金刚经》上跟我们说明，大千世界是怎么来的？啊，佛给我们讲叫一合相。
注重这个，祸是什么呢？组合。现在我们的科学家搞清楚了，啊，对这个意思渐渐懂得了，啊，知道啊，所有一切物质基本的那个物质是相同的，啊，所以只是它排列的这个样子不一样啊，这个科学名词叫方程式，排列的样子不一样。像这个化学元素一样，啊，那个基本的物质是一个，啊，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就变成了原子，啊，原子在组合，这个不相同，数量不相同，就变成分子，这样组合成宇宙万物，啊，其实宇宙万物就是以合相，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没有这些科学的，他就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一切宇宙万法是平等的，一合相啊，没有差别啊，啊，只是排列组合的样子不相同啊，其实是一个东西啊。很可惜，这些科学家没有读佛经啊。他说读了佛经，那对释迦牟尼佛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啊，他在几千年前怎么会把这事情搞得这么清楚，搞得这么明白？啊，现在科学家还在那里摸熟，还摸不清楚的，佛在经典上通通讲清楚。啊，这个就是说明了真实的智慧。见到事实的真相，所以一切法通通是平等无二啊。平等无二里面，你要再起分别，再起执着啊，再起这个是非啊，甚至于善恶真妄，错了啊，大错特错啊。那么也许你要问，既然这都错了，佛为什么也说这个真，说那个妄了，说真心妄心呢？佛所说的这些话都是方便说，都不是真实说啊。那个真实说怎么说法呢？真实说就不能开口，那就真实的，那这一开口就错了啊。真实的不能动念，一动念就错了啊！所以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啊，那是真实啊，那叫真说。啊，所以世尊49年所说的，通通是方便说，我们。要从方便里面悟入真实，这个是佛对我们的期望啊！啊，是佛教学的真意啊，它的本意是在此地啊，所以我们不可以执着佛的言语，不可以执着佛所讲的这些名相啊。一再教给我们立言说，立名字，名字就是名词术语啊，要立这个啊，立心源，这个心源就是心里，不要去想这个啊，不要去打妄想，打妄想就错了啊。所以听用什么听呢？用清净心听啊，听可不能想，一想呢就错了。想就错了，不要去想啊！你用很清净的心去听，听了会开悟啊！清净心就有悟处啊！如果是一想呢，就坏了啊！把这个悟门就堵塞了啊！那你所听到的，就是世间里面所讲的佛学。啊，你听的是佛学。
把佛法当作世间法来修学了，这叫佛学了。啊，那就不是叫学佛了，佛学跟学佛大大不相同啊。啊，学佛是要开悟啊，啊，是要修清净心的，要学集，要学照，啊，这个叫是学佛。那么把原理说出来，然后再落实在思想上。是故举体作义作证，体就是心性啊，就是实相啊，实相就是讲的心性啊。作义，义是依报我们生活环境。做正呢，正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这是正报。身外之物的时候，通通是异报啊，到虚空，到法界啊，全是我们的生活环境，都是自己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所以真正学佛人，他跟一般人用心不一样，他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啊，他用真心，决定不用妄心啊。为什么呢？唯有真心才是与事实真相相应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做法做报，法是法身，报是报身啊。诸佛如来的法身报身也是自性实相变现出来的，做自做他，自是自己，他是别人啊，自己是自性变现的，别的人也是我自性变现的，自他不二啊啊。所以帮助别人是分内的事情，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我们凡夫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分自分他了啊，不知道啊啊。诸佛如来晓得事实真相啊，乃至于能说所说啊，这旁边有小注啊，能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从哪来的？是我们真心本性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也不例外啊。所谓是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啊，通通是这样的。能度所度，能度是诸佛，所度是众生。能性所性，能性是我们的心，所信的是佛说的这个法门啊，这个经典，这个法门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力量自信真的什么都没有啊，全是自信在造的。能愿所愿，愿是我们的愿望啊，能愿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向往，我们自己的希望啊。所愿的呢是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求的啊。能愿我们有这个心向往西方世界啊。
能持所持，啊，这是讲修行的方法，啊，能持是我们的身口意，啊，我们的心想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身礼拜恭敬阿弥陀佛，这叫三业。啊，所持的呢是这一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后面会告诉我们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这是真实的啊！能生所生呐，啊，能生就是能往生的条件。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叫三资粮。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他旁边住的叫四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四种净土，啊，虽然是四种，它四种啊是融合在一起，这非常之妙，不可思议，啊，所以一生一切生，啊，四种净土生任何一种净土，其他三种净土是同时都得到。这个是他方诸佛世界里面没有的，唯独西方弥陀世界有，这个很特别，啊，真正的不可思议。能赞所赞，这是佛在弥陀经上说的，能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如来，十方世界诸佛如来他们赞叹呐，啊，他们所赞的呢西方净土，啊，赞叹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这个世界。那么这也是举这几个例子，无非实相正因之所应。这一句话说也通通都是实相，所以佛为我们说法所依所贫瘠的就是这一个事实真相，啊，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对于佛所讲的话才能够深信不疑，啊，才会真正的甘心情愿的依教奉行，啊，我们才能得到利益了，啊，特别要注意的，我再次的提醒同学们这个道理通所有一切大乘经，因此我们用这个方法悟入这个境界，所有一切大乘经你都通达，啊，这正是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它为什么一经通，为什么会一切经通呢？道理在此地啊，啊，你从一部经里面呢，见性呢，明心见性呢，所有一切经都是从心性里面流出来的，你怎么会不通达呢？不但是一切经通达了，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也都通达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法不是从心性流的，啊，我举一个比喻说，如果你欺辱心性，今天呢这个基督教请你去讲经，
你会把那个经讲的跟上帝讲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同。啊，伊斯兰教给你请你讲经啊，那个古兰经讲的比穆罕默德还讲得好，就是这么道理，没有一样不通达了。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离心性的。啊，所以这个如来，我们不讲如来了，前面讲这个见性。啊，见性原教初住以上，他们的智慧能力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啊，真正是这个宗教里面赞美上帝，全知全能。啊，见了心性的人，确确实实他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只要从一个方法切入就行。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有个什么好处呢？有个最大的好处，我们的修学心可以定下来。啊，不至于一会想到，哎呀，这个天台不错，就想象天台；禅宗也不错，去参参禅；密宗也不错，你就会搞乱了。啊，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宗派、任何一个法门切入了，没有一样不同。啊，宗门教下、贤教、密教是样样都通达。要紧的是要专呐，不能杂修啊！啊，杂修就不能成就，专修就容易成就。啊，所以这一部经呢，就通一切经。这个佛法的真相，佛法的事实确实是如实，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因此古来的大德虽然彼此修学的经论方法不相同，但是彼此都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所以没有回谤的，只有赞叹。啊，我们的方法不一样，我们到达的目的地是相同的。啊，我们的方向是相同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啊，所以彼此都赞叹。不像现代啊，现代赞叹的少啊，啊，回报的多啊，都是自己赞叹自己去回报别人啊，这是很大的错误啊，这个是对于事实真相是一无所知啊，才会产生。那么理论的依据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第三个段落，明宗，啊，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讲修学的纲领，啊，前面理论依据的事实我们了解了，我们有信心，我们非常向往，但是要怎样才能达到呢？这就非常重要了，啊，所以一定要给我们讲修学的方法。第三，明宗，宗是修行要境，要是重要，境就是途径，啊，这个宗旨啊就是修行最重要的一条路。会体枢机，枢机是比喻，
秽是什么？是欺辱。体就是心性，就是实相。啊，禅宗标榜的是明心见性，慧体就是习慧心性，心性是本体，是理体啊，万事万物之体啊，就是前面讲的实相。如何能够欺辱？如何能够体会？书籍是最重要的关键，他是用这两个字做比喻。那么书，现在我们在美国看的这个门呢，跟我们中国从前做的这个门不是一样做法啊，这里就看不到这个书经，看不到了啊。从前我们中国的门呢，它前面呢是这个书籍，就是这个门，它是这样做法，这边是这个底下是两个槽子，说它这个门都可以开关，这个叫书籍。现在这个外国的门不是这个话啊，做的比我们简单，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这就是说是门户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啊，他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么鸡呢，它是机关，从前那个弩弓啊，就是这个箭的时候一次可以射好几支箭的啊，弩弓的机关那个叫鸡。那么这个都是比喻它的重要啊，就是明心见性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啊，比喻这个意思。二万恒之纲领也啊，纲领也是比喻啊，纲是王之纲，大禹，大禹的时候那个王前面那个总的地方的时候，绳索的时候总是那个叫纲啊，抓住纲这个王才能够张开。领呢是衣服的领子啊，这个衣服我们拿到领子，这个衣服就很顺畅啊，所以这是讲的说，这是衣服啊，王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称它做纲领。所以这个书籍纲领呢，都是比喻啊，比喻最重要的一部分。提纲在众目章啊。戒灵则精修治啊，这是比喻，故体后应续变宗啊，所以这个变体之后啊，那么必须要把修学的纲领啊，这个最重要修学的方法一定要介绍出来啊，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像前面所讲的心性啊，离体，我们才有希望能够达到啊，能够证实。那么这一段是介绍这个宗的意思啊，就是个宗的定义。此经以性愿持名为修行之重要，这一句是总纲领啊，把这一部经里面讲的修行方法一语道破啊，是以性愿持名。是你就行啊，心愿行，这三条啊是
这一部经里边所讲的修行的纲领，非信不足以起愿，起是开启，也就是升起的意思。你没有信心，你的愿怎么会生得出来呢？所以想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必须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你真正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西方世界真有啊，这不是假的呀。我们那个想去的这个心呢，才能够生得起来。非愿不足以道心呢，心是讲修行去做，你要没有愿，强烈的意愿，你怎么肯去行呢？这个行就是念佛，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强烈的意愿，你那个佛才念得好啊，才念得有效果啊。我们常常听到有念佛人念了几年了，越念越没有信心，越念越退转了，不想念了。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都发在信有问题，叫半信半疑，愿也有问题，又想去又舍不得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很留念，是不是？那这个问题来了，它当然这不能产生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要有真心切愿，这个念佛了才有效果啊。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这一段如果没有这一句，它的意思就不圆满。有这个就圆满。你真正念佛，刚才讲了，这个念佛有效果，什么效果呢？满你的愿。现前的愿望是一心不乱，一得清净心啊，烦恼没有了啊，智慧增长了，这是现在的愿，现在的这个愿啊。你不求也要得到，求能得到，不求还是得到，它这个效果念佛会得这个效果。将来的愿呢，阿弥陀佛一定接引你往生，满所愿。那么你见到佛了，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信的也证明了证明说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是真有啊，不是假有啊，确确实实是事实啊，是存在的。经中先成一正以生信，次劝法愿以道行，次是持名以经等不退。那么在这一部阿弥陀经当中阿弥陀经经文不长，要从字数上来说呢，它是一部小经，
可是从义理上来说呢，它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无二无别啊，那就是最大的经典啊，那就不是小经啊，所以古人称它为小本华严啊，只是在文字上啊有多少不同，在这个义理境界上啊完全没有差别啊，换一句话是华严经的浓缩啊。经中啊分为三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呢是先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帮助我们升起信心。成是成熟，成熟就是说明，依报是那个世界的物质环境，正报是讲那个世界的人事环境，这就是把整个极乐世界都包括了啊，把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为我们说明。我们信心从哪里生出来呢？从佛跟我们所说的话了，是真实语。《金刚经》上说，如来是真语者，真就不假了；实语者，实就不虚；如语者，如是所说跟事实完全相符。所谓说的是不增不减没有夸张也没有说漏掉这叫如语不狂语不妄语，这是决定没有假话，决定不欺骗众生。我们对于佛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信得过他他在这个经上语气讲得非常肯定有世界名为极乐，有非常肯定有佛号阿弥陀，有两个有所以藕益大师取个别号叫西游道人，这个西方真有，他这个有就从弥陀经上这两个有来的他相信佛的话西方世界确确实实有那么说实在话呢，他也把这两个有真正证实了，这在前面我已经把这个消息跟诸位透露出来了他对于莲池大师对于优希的赞叹实在讲他自己也是这个莲池优希同类的人物不在他们之下了那个味道都透出来这就是他是真正证实了，真正亲见了西方极乐世界，亲自见到在中国历史上记载的东晋时代庐山慧远大师是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的传记里面记载他在一生当中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
啊，他是在打坐定中见到的。啊，这是亲见的，所见到的这个状况呢，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慧远大师那个时候所依据的是《无量寿经》，因为《弥陀经》跟《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净土经典在中国翻译最早的是《无量寿经》。他所讲的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那么他三次见到，他从来没有给别人说过。啊，一直到他往生的时候，他才告诉大家，啊，他的西方净土我已经很熟了，我见了好多次了，现在又现前了，我应该要去了。那么就从云公大师这个例子，在我们想象的，像这个偶业优息给这个莲池大师，必定有这个境界。啊，这就是人虽然还没有往生呢，西方净土确确实实自己曾经见到过的。啊，所以他的语气非常肯定。四劝发愿以道行。那么像佛在这个经上讲的，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像这些话的时候，在本经里面说过三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我们。啊，劝勉我们的时候，应当要发愿。啊，要发愿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要问为什么呢？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四种利益。第一种利益呢，是寿命长久。无量寿啊，我们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时间不够用啊，所以办大事业的一定要长寿啊，西方世界无量寿啊。所以成佛，你看释迦牟尼佛讲啊，成佛在我们娑婆世界需要多长时间呢？有三个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了。但是西方世界的人无量寿，他无量寿啊，对他来讲三个阿僧祇劫不算什么，那时间不长啊。譬如我们这个人的寿命算100岁吧，成个佛要多少时间呢？三天，那还算什么呢？那根本就不算什么了。所以这个原因，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第二个好处啊，是见佛，佛是最好的老师啊，真的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在这个世间遇一个善知识很不容易啊！啊，纵然是个善知识，他为我们讲的东西，跟佛相比，那还差得远啊！啊，所以佛才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要亲近最好的老师，一定呢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闻法。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讲的六乘说法，我们闻法的这个时间几乎不中断啊，这是任何一个世界的时候所没有的啊，西方世界闻法没有中断啊，所以它不会退转啊，它只有进步不会退步。第四个好处啊，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同学好啊，朋友好啊，哪些人做朋友呢？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同学啊，是同参道友啊，啊，跟这些人天天在一起，你怎么会堕落？怎么会退步？啊，所以有这四种好处，你要是想通了，那你就会下决心啊，非去不可。啊，这四种好处，娑婆世界一个都找不到啊。所以这是劝我们要发愿，一定要去。第三段是持名以金灯不退，是开示，是指示，是展示，就是教给我们。你想去了，真正发了心了，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要修什么法门才能去呢？念佛啊，就是这一句佛号啊，所以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句阿弥陀佛恐怕不行吧，恐怕力量不够吧，这太简单太容易了，这三岁小孩都会念，这就能到西方世界，一生就能成得了佛吗？啊，你要这么怀疑呀，那就错过了啊，那真叫大错特错啊，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我在去年讲无量寿经啊，跟诸位讲过啊，跟大家分析过啊。那么这句佛号要怎么个念法？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都摄六根，尽念相继啊，这就是把念佛的方法教给我们啊。念佛要尽念啊，注重在这个尽字。怎样才做到静呢？我心里面有妄想就不静，心里面有杂念就不静，心里面有怀疑就不静，用清净心去念。所以不怀疑不夹杂，这才叫静。底下就相继，相继就是不中断啊，所以要记住，不怀疑不夹杂不中断，这就成功啊。念的方法，大声念、小声念、默念都可以啊，你怎么样念得舒服，你就用什么方法念啊。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静念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原则啊。你念六个字也好，念四个字也好，都可以啊。这个经里面讲智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南无，南无两个字是梵语
音译过来，他的意思就是皈依的意思，恭敬的意思啊，也就是皈依阿弥陀佛，恭敬阿弥陀佛，礼敬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如果真正决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学莲池大师，那个恭敬客气化了，不要了，就念四个字啊。所以莲池大师自己念佛是念四个字，教别人呢是念六个字啊。人家问他，为什么你教别人念六个字，自己念四个字？他说，我自己呢，这一生当中决定求往生，所以客套都省掉了。我教别人呢，别人未必想生极乐世界嘛，加一个皈依恭敬呢，客气一点，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就这样子。所以看看你是念四个字还是念六个字，自己决定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